小车，我跟你说，这是自己家小孩呀。你要是疼他爱他，他真为你出力。我真的我是人痛哥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舍得。今天来许昌看一台 VV 六，机盖没事吧？机盖没事，你随便看。这下了高速真急。我在这等我呀。那家就在这附近了是吧？对，给他。当时换了个雾灯，哎，换了个这，对，换上这。包也出了2000块钱，他都出了2000啊！我也不对这不懂，你知道吗？来看一下这个名牌，2019年11月出的厂，2020年上的牌，2.0的排量，长城 VV 六魏派。这边他说大幕，这点，哎，再没有了。这点得补，这点应该也得补。别的地方没有了。这后头还加个窗帘，为啥要卖？换车了还是？换车嘞。换车了、嗯，来看一下这个公里数，跑了33000公里。他这个车油耗平时几个油呀，哥？12个。啊？12个。这油耗这么低，这车？16头炮，你要不跑高速都没有那些了，10个多一点。准备换啥车了？跟你说了，你该笑了。啊？300啊？坦克300？啊？那为啥笑你？那我，这不油耗差不多？城市版。啊？油耗差不多，因为啥？我是说了，开这油耗跟那差不多，所以说我还不如开个那。那个稍微气派一点。你这车搁许昌问过没？我操！本来我不想买这个车啊，俺家里非得说，你要那些车弄上，你买个那个坦克300，你要车弄上，非得叫我买了。我看抖音看见你的，所以说，哎，我说刚好，我说给你问。我3个车了，我们这进换两嘴。他本来他不想买，他就真是也心疼啊，你知道吧？这车配置可以，国产车的配置可以。我这包里这边全部都包下了，这里头连动都没动。我跟你说，哥，你下回买坦克300了，可别包这座椅。你本来都是皮的，你再包这车慢了，你还没试过这座椅了。对呀、啊。你图啥了？你从来没坐过。我不是，我没有想到买，知道吧？你关键是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跑，你车可爱惜啊。你包个这东西，你座椅加热，你试过吗？没有试过，从来没有试过。啊对啊，你都没试过，你包的干啥了？我这里面还有个这啊，我这2000-3000买的。啥东西啊？看见没？升降机油液。啊，四个摄像头。这要不你摘了，你给我染1000块钱吧。你帮着了，我也不想摘它，反正就是，说实话，咱这车你放心。裸车多落地多少钱？这车18万。裸地多的16万多，1万多的那个。附加税，我真可惜我跟你说，18万配10万。这车我跟你说，人家说呢，这是自己家小孩呀。你要是疼他爱他，他真为你出力，真的呀。我买车买了多了，我见了人可多，用那买车还哭了啥乱七八糟。真的啊，说实话的。那一会儿等这东西咋弄？你再拉回家。一会儿如果说想拿的话，把我送到那边，离这没多远。车送我一下就可以了。20年了，两驱，这是两驱高配。两驱高配，这没有啥哄你的，这是车给这放。就是有一点，就是你看的，它是挂在这，我车是个路边停着的，它给我挂在这。让个整备钱吧，哥。兄弟呀、啊，你知道我这是人痛哥呀、啊，我都按的慌，你都不知道，真的。这车有啥说啥，就是这车况，这车，按正常收的话都是在7万大。7万大几，你知道不？就是有啥说啥。这我想着车好，但一看回去还得稍微得整备整备。哎，这都是小问题，你知道吧？哪有说你这车开出来哪有不赖好不挂一下的？那有对不对？光赖时候那你也没说嘛。打磨一下都中了。打磨不掉啊？你这是气都没了。这也不懂，他打磨一下都中了。这变形了。感性了，这点这都是小毛病，不是有毛问题。我跟你说，给来了，只要给咱来的时候说了一样，我都不给你压价。主要他确实有问题。这一打磨都掉了，人家我他们都看了呀，咱这车又给这摆着，又不是说，对吧？又不是说碰着哪了或者弄啥了，对不对？我老感觉80万块钱这价有点高。你别说了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我是人痛哥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舍得。还有一点，我跟你说一下啊、嗯，因为我要买另外一辆车，3000-4000块钱的。我到时候过户的时候给你发那些东西。哎，对，你给我拍个照就可以了。没问题，最好给我让点，让1000块钱吧，哥，让1000吧。我给你让一眼吧，让一眼、啊，让一眼。8万少不了，就是我呀，兄弟啊，你先兄弟，我拍视频，拍视频啊。哥中了，哥就这吧，8万块钱就8万吧，就这吧，不给你，不给你，兄弟，谢谢，没事，我谢谢，我给你，我啊别动，那、嗯、我给你写合同吧，中了哥，啊好。